怀柔，我不跟你。啊，怀柔，你一定要回来说的。你本会将咱弄羞羞死，免做免做。哎呦，喂，你可怜着你。是咯，你免惊，这个所在设计，红山林大会功法，你免惊收起来。伊回来将咱弄羞死，真济人死，伊拢一直咧惨叫，一直咧哭。哎，原本老师会当多做伊。伊将老娘好过，伊讲需要加倍，要伊一起弄你遐，伊无想要走的。啊！哦，我看这创伤只是要咱你平复，小鬼头小红，你先带你去休困吧。好。我哼哼，就听到靠下今天。唔知是什么人，看我一起动山河。哦，讲来话长。啥会？想袂到迄家属身边的迄个查某囡仔，真可恶！我曾看过伊偷娘机，迄时无注意，想袂到伊竟犯下真严重的罪行啊！像这款的，应该甲关起来，好好驾驶再教育。你哪想好走？我嘛哩奇怪咯，推上岩的后山有点发上岩，上人让你自由出入，我不能这样无声无息出去。除非是的记忆力十分的好，行一摆就将这复杂的路径记下，那无就是被人穿过电话的人带走咯。一定是迄个西上路。不过再回到迄家属的身边，一定会变本加厉，派上加派。卖连小话咯，现在武林行道，不妨就顺道一吹恶鬼的血路。哼哼，就这般。阿母，今仔日的菜色真青草。有鸡腿呢，真香！这菜恁尽量吃，有阿爸阿母在，别和恁表掉。嗯，有阿爸阿母在，我是全世界上幸福的囡仔。阿母，阿姊吼一直咧哭呢，拢唔出来食饭，我一直甲求吼，伊拢唔睬我。这样就卖怪你咯，已经休困真几日，难道要不够？阿母，你卖怪阿姊啦，伊拢去替人洗衫、趁钱，互咱买米呢。即卖伊干那手受伤，唔是咧贫端啦。阿爸有做着一笔生意，以后就无需要伊去替人洗衫咯。阿爸会泡边做工作，后摆勉强食红背山。敢会当吃？卖一直讲，一直讲啦！好啦，好啦，咱紧吃。我不肚有时阵，谁准恁吃好料？啊！什么手脚心？来哟，来哟！啊！这是我的，不准你抢，就来就毒手，啊！唔通了，哎呀，哎呦，妖秀哦，啊哈！吃鸡是好，明在官司有吃到，谁无吃到？什么家人无需要，只有一人生活，唔是嘛真好，哈哈。不滚！哈。是恁，你们做什么？
你不用怕，我只是想来问清楚，你在院长究竟看到什么？为何鬼手会在你的手中？因这两个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看，我想办法脱身。我困一醒起来，鬼手就在我身上了，我也不知为何这样。那鬼手现在呢？被那家属提起了。所以我依然先相信你是心中另有多忘。你不相信吗？那好，等你来连再亲自问你。那家属会来？是啊。来路来路。走哪里去？快快的，那无怪将你杀掉。因到底想做什么？只要你说出认定警枪，我就放你出去，或者你就要永世留在此地。一个拢想逼我，那我就让你的黑家属走上战场。爱我讲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黑家属穿那一身死人骨头款，我看了心里爽。因帮我提回鬼手，我就将所有秘密拢讲出来。鬼手原本就是我应该提回的物件。你在此等我，叫我等，我就等了。分明是看我行未出此地结界，才敢将我放在此，我就偏偏不顺恁的意。院长，恁就无法了吧？